はい、欢迎收看日语交友中，我叫马宏志，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副词的カット。カット，カット是指什么意思呢？是突然生气的样子的时候，你可以用カット。但是カット的后边加一个カットする，する还是做这个动词搭配是更自然的。比如说，すぐにカットする。すぐにカットする。这个意思是，就是马上或者有一点点小事情，马上会生气的，这样的样子。那すぐにカットする后边加一个人，すぐにカットする人。这个是那个人是或者那个人的性格，就是，经常突然小事情，小事情也是。经常会生气那样的人的一个形容的时候カットする人就可以了对这是日本语的比较方便的一点不用说カットする性格就是性格就加也不加也都可以对すぐにカットする性格也可以但是カットする人カットする人好所以这个カット这个是学好了吗？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